就有一个让人讨喜的地方，传神星上殿。哎呀，儿子，儿子要离开你了。你觉得沈星对蔡叔的情感是怎样的？最开始跟蔡叔不熟的时候，蔡叔会给我一些个非常危险的任务。哎，真干得不错，这孩子还真有才。到最后，蔡叔就是也拿我当儿子也好啊，反正是也器重我也好啊。这会儿其实这个父子之情就建立起来了。我就站这儿跟您说吧，您这么一走，我就拆着这儿。蔡叔，啊，您说组长出事了，我先问您，您怎么起这么早？枪啊，这好像人家枪就得是老李的，怕头火，对吧？这枪就得老李在这儿，要不这样。那我之前背的时候枪口朝上，不害怕了，但多害怕。从屁股后放枪。长官，啊，是，我疼。也不紧张，谁做？人不是，什么？为了必要认同感。人活着，人就人活着，不就是希望别人需要你？对。你现在想知道张叔为什么甩掉刘江吗？不指责我一下，就现在的事，本来都不想手了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就其实天真已经包括是，就是指责多一点。我其实我是觉得我对您没有那么多，不像蛋拓似的，他一颗筋，他又觉得你很坏，失望。我觉得我对失望多一点，对。因为说实话，他这卷走之后半天，墨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，根本看不到。这会儿其实要说，就是墨也没来，哎，或者那我就在过程中嘛，对，你就是一直他挤了，就一二三挤，那你想错了，这不是半龙啊，就一直往前走，就一直跟着对白，对，刚好就郭海山就站在街边了，是。第一次拍到这种，就是人家。开枪吓我的戏，它虽然都是空爆弹，但是它的那个冲击力啊、气浪啊、温度啊都是非常真实的。本来一开始那都说要不算了，咱就那个别开枪了，别给真子，就是叭打一下，然后咱再做。吴老师这个不真实，感谢吴老师坚持，让我有了最真实的反应。您在影视作品中第一次被人拿枪指着头，真实感受是怎样的？从来没被枪指过。我教他怎么检查你用枪，人家指着你。我说沈星，以后你见到你就要，因为这些人其实不是开玩笑，是那假的。因为你指着人，你会伤害人家，人家指着你要出去，你有权利去检查，让人家放心的。他一蹲上去就照片，你看人家就抱着坐得很自然，对。垫背啊，有沈星过来，呼呼就很难。传沈星上殿。其实为了我们的。第一次要走的时候，我跟蔡叔那场戏也是，我们俩眼含热泪，我们俩都是那个非常不舍。我那会儿就觉得这就是老父亲，这就是，哎呀，儿子要离开你了，就当时就是这么一感觉。眼含热泪的剧情是有设计吗？没有设计。就是到那个情况下，蔡叔特别的，就演员戏都在对手身上嘛。蔡叔给我的反馈特别强，我看着蔡叔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可怜，就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黑道大哥，就想到你看，就那哪怕是黑道大哥，他也有这么温情的一面。而且我们这戏吧，语言系统非常的繁杂，蔡叔说粤语，我实话实讲，他说的话我大部分都听不懂。但别看我听不懂，我能读得懂眼神。对，我通过他的表情，他的眼神就是都给我刺激的，我这就抽泣。他就是你觉得很可爱啊，因为拍这部戏就是因为知道他来演，我才觉得更加深我要来参与的动力。我知道他就有一个让人讨喜的地方，就很适合。没有，我说如果你不拍找谁来演，真的
你找一个帅你0.5分都不能胜任了。